Yo， 我是一个 rapper， 你是一个 driver， 我不愿意做个 loser， 要做个 winner。如果你突然打了个喷嚏，阿啾，那一定就是我在想你。如果半夜被手机吵醒，哦，那是因为我关心。哦，是这样啊。这是自异域美利坚西海岸传过来的一套健身体操。它是否有个名字叫 popping？ 叫破屏。破屏。破屏之舞。给他一瓶忘情水，只有云知道。第一次摸你的双手，失去方向，不知该往哪儿走，不知该往哪儿走。我年少有为不自卑，懂得什么是珍贵。那些美梦，期待的一个。陶吉斯，陶吉斯，陶吉斯，哦，陶吉斯。就从我这不争气的妖孽儿子开始吧。妖孽儿子，有你这么说儿子的吗？爸爸。你是一国之君。我也是。你是一国之君的。儿子。戒指是你想给郑仪泰的吗？怎么可能，我的品味有这么差吗？你这品味还不如这个呢。这这么俗的。这上面呢写着一个财字，发财的财字，有可能是线索。那品味是真的有点差。定情信物上写个财字，这太土了。海侍卫平时还是很称职的嘛，练了很多这些侍卫该练的。应该的，应该的。花拳绣腿。这个什么啊，南博万格斗技法。种花有神拳，种花有圣拳啊。近身搏斗36式，你们自己去找理由啊，我不想说。哎呦，那你要黑化了。拽什么拽，拽什么拽，哼。我在又在他的床下面发现了樊峰这个信，上面写的是我不认识的文字啊。你能认识什么？如果你把阅读的顺序稍微改一下，说不定就读懂了。不，这个文字他不太理解，我觉得是不太可能。This morning, that's why I made a phone call with you. Then this. 这样我来一遍，然后大家听一下更加标准的版本啊。OK. This morning, that's why I made a phone call with 严少帅。Yesterday, that's why I attended.Why recitation with 严少帅，所以说是什么意思？我还没学到这种专八的词汇呢。这个是专八。好，下面让我们有请我家的小周。大帅 asked me to make friends with 严少帅's wife. Wow. 哎，麻烦后期 P 一下吧，咱们演个双簧，来，用播音腔给你念人啊，来，一二三。大帅 asked me to make friends with 严少帅's wife.鬼刘洋。Yesterday, 大帅 attended a wine reception with 严少帅。This morning, 大帅 made a phone call with 严少帅。That's all. 就是只要用英文之后，这个院子里我们都能懂，他不懂。就只对他一个人加密的这个信息。不是，因为你杨司机嘛，我怕裁缝也是，就是也不太懂。What? 拿信来。Yesterday, 大帅 attended a wine reception with 严少帅。谁还不会？谁还不会？印度口音。来，印度口音。Yesterday, 大帅 attended a wine reception with 严少帅。我心里面一直以来的一个唯一的目标，就是希望能够成为一个统治者，掌握自己的命运，而不是。
成为某些人的部下，特别是某些人还非常的一般般。就是说，你是就是骂你，不用说了。我的姨太呀，但是我被绿了，是你绿了人家，人家是不对啊，人家是真爱，你算什么？算什么？你才是第三者。那他跟我结婚，你除了有一身绿衣服和绿帽子，有什么还？哎。微臣拜见皇上。哎呀，快起快起！平身。显着你了，显着你了。办的就是私事，仅此而已。仅此吗？这里轮得到你们两个说话吗？诺，诺。成何体统？这匣子。白眼，哎，这是你的强项，父王。交付于你，把它打开。来，让为父给你好好演。让父王，让儿臣帮你好好打开一下。抹布，头巾，这是裹胸布。你怎么能看这里呀、啊？我们不信啊！杀了你！你不知道吗？你不知道的还有很多。算了，过来了，杀吧，斩吧，斩吧。你干嘛？不是我。哎，你先听我解释。还敢还手？反了你！失败，来存在。皇上请，听我解释啊！你这什么破皇上？你手上戴的就是从我房间找出来的那个吗？不要跟我套近乎。喂，反了你了！哎，我反了你了！我有弟弟了，有弟弟了。喂。我刚才那很长的一段要再来一遍吗？哦，这个很长是吧？微臣是太医院的蒲太医，亚骨兽的主人。太医，我好高兴哦！也是什么来着？好贵妃的哥哥的儿子，当今太子的表哥，皇上的侄子。我竟然看到了这五个大字，再也不要打开。这是六个字。我发现了，你妹妹送给你的娃娃里面还有一封信啊！啊！哎呦，哇！在她蓬松的头发，粉红的长裙。哎呦，哇！哎呦，哇！哎呀，哎呀！本来是为了哥哥来到大帅府，没想到却爱上了少爷。哦！哈哈哈哈哈！《红楼梦》、四书五经、《西游记》，这些都是我读过的书。看看你还有什么，《红楼梦》、《西游记》、《三国演义》。哦，这是他的房间啊，孩儿啊，你这脑子是当真不好？侍卫，去亭子里把这个另外一位侍卫收到的证物拿过来看一看。你看咱们这几个人的身份啊，谁能去拿这个水里的东西？也就是你了。南国太子是吧？我是，哎，你是啥？你是啥？我之所以会戴上这副眼镜，是因为没有多少女人能够抵抗得住我深邃眼眸中释放出的炽热目光。还是戴上吧。里面的是一个 MCDS 计划啊，我这个人平常大部分不平时像这种
国外的字母呢我并不能理解，以我现在的一个思维能力，这应该是冒菜，冒菜打上。这个计划的名字从我的现在理解可能是漫长单身计划啊，漫长单身计划。我漫长，哎，漫长单身，漫长到死。这是一个他漫长单身的一个计划，从他的这个字面上的意思，这边还有一个 woman， 一个女人，一个婀娜的身影。天哪，你居然把我的小花豹给我找出来了。然后里面的内容啊，就是蛮进取乱上啊，一二三四五，你要上山打老虎吗？一二三四五，你上不上山打老虎？一蛮二进三取四乱五上。啊，是这样的。好，所以说。凶手一定要在门外确认真空要进去，然后他过再过来，一定要去确认这个。我刚才他一定会在外面观察。还想喝一酒。真空哨的对门是谁？你。自爆了！哎哎哎，好，检举吧，不是。各位，检举。检举成功，成功失败。一碗没喝完的八宝粥。味道不错。这个儿臣预计得用两年时间。这什么鬼？朕只是威风的一甩手，他就开了。一个电脑，密码提示工作使我快乐。端茶倒水，不是升职，是他的名字吗？嘟嘟，嘟噜嘟噜。你是哪国的皇室啊？女郎国。你们都是几？不知木兰是女郎。弄得圣上我，弄得圣上我。樱桃小鸡嘟嘟的脸，甜甜闭卷大大的眼。原来你好这口啊。天哪，周司机你在干什么？哎呀我的天嘞，真仪态，你的旗袍我已经帮您改好了，我也亲自为您试过了哟，您也快来试一下吧。晦气，我是潮流时尚先锋，芒果最厉害的裁缝，我的剪刀是芒果最大最长最快的。我今天来府上是要给我的老主顾甄姨太送她在我那儿定制的时尚先锋潮流蛇皮高开叉旗袍，新衣成了寿衣。我是这边。哎，您声音怎么变粗了？不好意思，您家夫人可是我的老主顾了，而我的真实身份，我除了是一名裁缝之外，还是一名二胡演奏家，还是一名私家侦探。我们这个大帅呢，虽然风流成性，但是我没有想到他居然对于自己的副官也有这样的形容。就连刚刚在审讯过程当中，他居然拿他的脚尖轻轻踢我的脚底板，我当时感觉到汗毛一阵耸立。所以
我每天晚上呢就会打开留声机，放着那个音乐，穿一身黑衣服，举着个娃娃在满院子里面跑，举着这娃娃，原来是举着。我们这么憨吗？我们看你，请你模拟一下吧。让我们来到甄姨太的房间来目睹这一切，好吧？就你这样的，你还想掌权？你还想掌权？阿虎，晦气！妙妙，你棍子夯死！你好，立个胆！我喝的有点麻了。难过的时候倒立，眼睛就不会冒。你怎么看呀、啊？还不是爸爸教的好。Color Fairy， 这个人从来不信我。这是裹胸布，什么破玩意儿？漫长单身计划，开国基金啊！爸爸，我很怕。他说是泡菜，我真的泡服了呀！这深宫之中磨得真情啊！哎。